罹患罕见疾病的天才小画家，还没说完呢你。妈妈，他的视力一天一天的消失。医生说一种自费的新药，然后眼睛不要的话，怎么快？为生活所苦的贫贱夫妻，又该如何面对小孩庞大的医药费？我找到一个工作可以兼差，钱还蛮多的。是什么？我也可以做的吗？ 夫妻同谋，合法的出轨。就是说，你们餐厅有那么多漂亮的有钱的女生，如果我觉得两个人一起赚钱就快啊！一部荒谬的黑色喜剧，一对夫妻的疯狂骗局，小是与魔鬼的交易，还是圣洁之罪？5月31日周六晚间9点，我的妈妈就在公视频道。